看得出来，这位老师真的是很喜欢唱歌了，唱着唱着就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，面部表情和手上姿势也都配合得非常完美。这门课要是不得个优秀，都对不起老师的付出啊。就连放歌的时候都能被勾的忍不住跟着唱起来。当然，除了这些老师沉浸式演唱，学校里拥有神仙嗓音的老师，就像这位英语老师，不仅长得漂亮，唱起英文歌来就更加动人。哎，我上学那会儿，要是有这样的英语老师，也不至于英语总是考不好了。相信大家都刷到过这位纯欲天花板老师吧，为了奖励学生不得不扭动着胖胖的身体，跳起尺度爆表的舞蹈，不过老师看起来还是挺乐在其中的嘛。枕头下的童话书，私自收藏的幸福，少年的我想倾诉什么感触，迷失森林的小路，会不会遇到女巫，故事拉开序幕，不如跳舞，聊天倒不如跳舞，让自己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天赋，继续跳舞，谈恋爱老师的才艺绝对不止于唱歌跳舞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他们做不到的。不信你看，这位物理老师就直接在课堂上徒手劈砖了。最后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些老师花样百出的绝活吧。看好了哟，你看你们好，3、2、1，转就好了。聪明勇敢有力气，我真的羡慕我自己。